你敢相信吗？离婚时她被丈夫拿着刀当街追杀，结婚九年，洗衣做饭她样样不落，但丈夫却丝毫不体谅她，翘着二郎腿在边上看色情书。她怀孕宫缩，干活就慢了点，这也要被骂。有了孩子之后，虽然她是名模，却为了家庭放弃了工作。当家里来客人时，她稍作打扮便引得客人夸奖，可她的丈夫却歇斯底里地冲过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她是荡妇，还动手打她。她的丈夫威胁她，如果敢提离婚，就拿剃须刀割开她的脸。所以当她提离婚时，就出现了刚刚我们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一幕，丈夫拿着刀当街追杀她。而热血居然是全球首富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的亲身经历。她的前半生因为一个男人历经黑暗，而她的下半生可谓是独立女性的代言人。成为单身母亲后，她辗转于三个国家多个城市开展自己的事业，同时还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。六十多岁的她重返模特舞台，六十九岁，她的形象在美国时代广场独占四个广告牌，成为了众多女性眼中的励志偶像。虽然她的前半生困难重重，但是她并没有被打倒，而是完成了下半生的重建与逆袭。她在自传《人生有我》里写道：“如果你和过去的我一样深陷黑暗，我希望你知道，前方永远会有出路。无论一切看起来多么暗淡，前方总有光明。”